来，船上也有在卖啤酒，要买啤酒再吩咐一下。重点是讲什么吗？还说你们有认真看，你们根本就骗人。对，重点是要一定要系安全带。来，我们要准备开船了哈。来，各位贵宾、各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哎，欢迎来到我们嘉义县东石乡的凯旋海上旅游公司。我们今天搭乘的叫做凯旋。来，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。来，船上也有在卖啤酒，要买啤酒再吩咐一下。船上有在卖啤酒哟，有在卖台湾啤酒啊。如果要买啤酒，吩咐一下哦。那你们的导游美女有帮你们泡了一壶蜂蜜茶啊。Enak. Supply.
谢谢。